别过年了，年里，孩子们在离俺房在城出头，俺也联系值班了，在你老这住着呢，在那家里，叫谁地方城都能给点给力啊，给什么，还给人家烧成这叫，可贵了，也贵啊，这贵到两亩也是这样，大个挺好，挺好还到两亩。过年一都月家们吃的饺子，过年搁在这家吃，他们在那边他们吃，一个人不得劲，冷啊冷的，处理，俩都在那冲着天冷呵呵的，冻的。过去打电话回家在家，人家说正好说到晚，到晚来不及了，那个再跟他侄子家到那住吧，是吧？嗯，出去了，得了，怕我没住。你怕不够吃。啊，够吃！有孩子在家找。嗯，一般人大方便，你看过年现在那吃大方便，给找个下啥的。嗯，挺方便，现在我家十米。我他啥都吃。哎呀，这身边的各方啥都这力那分量小，过的火那分量大。俺孩子也得吃一碗。啊，跟孩子在家教。我说人家我家十米米累，俺搁这儿搁上那啥肉菜给我吃。这就叫孩子吃饱了。哦，叫孩子吃饱了，你多吃点干，这不摘了吗？哎呀，我搁那了啊！哎呀，咱们再不吃的，叫孩子吃。好嘞，回来了，过来。啊。哎呀，看你还是准头。哎呀，你要说东西的，我那蛮忘了啊。说吃的嘞。当然，你看看，活下活吃上过来，就是。俺不，俺吃饭了。